六盏灯都灭了，但是我觉得小伙子今天表现得很好，还有一个反转环节啊，你可以爱咋咋地，对，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，爱咋咋地，爱咋咋地是吧？选择谁呢？四号。几号？四号。有点懵，怎么又为什么没等呢？感觉我能喝呀，还是怎么事儿？就是，感觉你有点就是性格好像太开朗了，然后我也开朗，咱俩要整一起就天天没完没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合适。男人嘛，在外办事业怎么的，你不可能特别老实吧，对吧？你喜欢小胖什么？就是感觉外表吧，像都说他胖什么的，我像短片也说了，胖怎么呢？别人想胖还胖不起来，带一个唐贵妃还胖的，杨贵妃还胖的，怎么说呢？我感觉性格吧，啊，挺好的。带一个像王哥常常说了，我俩总拿话了，就是呛着来，挺喜欢这样的。我这性格吧，就像王哥，就呛你那几句，给你呛舒服了，是不是？我就喜欢找个厉害呛着我的。还有小老虎，我特别想问你，除了刚才小胖呛你那几句之外，从哪个环节开始你开始对小胖有怦然心动的感觉？抱完他之后吧，就是聊天，就是呛完聊天玩说细节吧，每个人细节。小胖，当小老虎抱起你的那一刻，你的心跳是怎么样的？告诉我。挺累挺。人家问你心跳呢，累一听当然难受了，跳得挺快。这个你是跟我走呢，还是我抢你走呢？你选个选择。好。那个燕子姐姐，电台没有警察吧？我抢完算犯法不？对。哎，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哈、啊！你抢完了之后，你是抢回家了，你这新娘不愣愣的，那有啥用啊？是不是？没事，慢慢培养。他想走上我家，走都出不来了，家都出不来了，干啥待着吧？你心养宠物呢，关笼里就不管了。他现在还是不了解我吧？是我真是觉得你们俩这口才，其实你俩唠嗑之唠，哎呀，就听你俩说相声，这家里头得老有意思。刚才我觉得小伙子很实在，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告诉你意中人到底是谁，他可以不告诉你，他是很实在跟你说意中人选了，选的不是你。但我觉得跟你交流之后我更喜欢你。他单纯是喜欢胖的吗？不是，他是跟你交流了之后，他觉得你的性格他很喜欢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当你最胖的时候他都那么喜欢你，请问你要瘦下来的话他还会不喜欢你吗？更何况很明显他喜欢的不是你的身材，他喜欢的是什么？你呛他的那一刹那，他找到的那种幸福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尽管太特别了，口味很重。再一次，能带过一次机会吗？真的，今天抱你的时候腿也有伤，左腿，不是什么严重伤，就是破一下皮。可能真的还是没有太多的感觉，我就要找一个在那扇门打开的时候能让我心动的。今天这扇门打开的时候我没心动，所以说我也不太清楚，现在就算你说了这些我不跟你走我也挺不好意思的。没事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也不来抢你来了，对吧？没什么，抢不动啊，想抱动抱动来抢还抢不动。我要死坐这儿，你估计你也难整。没事，咱俩坐到电台给人家请出去的。谢谢你喜欢我欣赏我，然后也祝你以后找到一个能跟你走很久的人吧。
谢谢谢谢。哎，祝你也找一个跟你俩在一起的，找个疼你的、爱你的、呵护你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是两个。